你弟弟一生的前程都在你身上啦。你跟王公子到哪一步了？两情相悦。能抓到王相公的公子，不愧是我们家的小姐啊。虽说不能明媒正娶，总也能做个外事。是什么外事啊？人家王相公是什么身份？王家人传话了，说只要你能退这一步啊，就能让你弟弟入六部为官。久别重逢，你们就只跟我说这些？这可是正事啊，你弟弟一生的前程都在你身上啦。所谓名分我并不在意的，但我不能答应你们。就算你们恨我怨我，唯有这件事我绝不会退让，否则的话我就没法与他并肩站在一起。我答应过他要一起去面对这世间的艰难险阻，